Infected Mushroom Push 是一款由 Waves 愉悦制作人组合 Infected Mushroom 合作推出的音频效果器。这款效果器旨在提供一种简单而强大的方式，用于增强音频信号的音量、清晰度和动态范围，从而使其在混音中更加突出和有力。Infected Mushroom Push 提供了一个直观易用的界面，具有多个控件，包括增益、压缩、失真、EQ 等，用户可以通过调整这些控件来快速调整音频信号的声音特性。此外，该插件还提供了一系列预设，可供用户快速启动，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。该效果器还具有一些独特的特性，例如特定的多频段压缩和动态 EQ 功能，以及用于调整音频空间感的立体声图像增强功能。总的来说， Infected Mushroom Pusher 是一款功能丰富、易于使用的音频效果器，适用于各种音乐制作和混音任务，能够帮助用户轻松地增强音频信号的音质和表现力。